放下。圣爷，因为光明就在前方，要勇敢的去闯。老圣爷，不怕风浪，不怕受伤，为了亲人期待的目光，执着追求心中的梦想，人活着就不能没有方向。腿摆正啊！你看我，痛不痛？身子摆正。大叔疼不疼？嗯哪里痛？后腿。大腿疼。大腿疼啊！加油啊！好吧。